娇娇，怎么啦，胖妞？这个颜色的水晶泥我一点都不喜欢，我们两个换换吧。我不给你换，胖妞，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你就用颜料改造一下嘛。哎呀，娇娇，我的颜料不是用完了吗？要不你的颜料让我用用？好。胖妞，我的颜料忘带了。啊，这个怎么办呀？我想要一个浅紫色的水晶泥。胖妞，要不然我给你想个办法吧。娇娇，能有什么办法呀？又没有颜料。哎，胖妞，改造颜色有很多办法呀，例如说，墙上的白灰呀，地上的泥土呀，还有面粉呀。等等，我有办法啦！当当当当！胖妞，你上学带面粉干嘛呀？这个呀，本来我是想恶作剧调查给铁锅的，可是他们两个今天没来找我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要不你把你的水晶泥加点面粉。行。